这个如果说我要往里边画，你还没对着里边呢，还没还没跟道理啊，还没。还没，那你还没冲着里边呢。嗯，你看，还没，你不能冲着里头地方走啊。好了，你跟呢，没加发，你看，还没，还没道理啊。那你说了，虽然可以两条，虽然可以一条，但还都还可以中过里两条吗？因为可以高吗？那你在里边呢，再加一条。他们就平衡了，没法，都很成来的了。只要那个话给场嘞，你就按照我的来讲呢，你按照那个，我叫做第三八，还没，按照那个第三八嘞，你就没超过亏那个要转弯的那个高度，亏要转了吗？你说我再长，还蛮不亮了。哦，这个的声音吗？第一把，第一把，第三把，你看，可以里把的转弯的高度在里头，还没，你看，你还没跟麦奎呀、你还没跟麦奎呀、你也一样调过来，也一样了吗？还没，你说我们跟麦，当然没问题啊，我唱着还蛮麻烦的，意思就是说。第三八主要你那个场着还没站着亏了，明了，明了你的。画画我们还说是你明白理了你才可以练，你明白怎么乱画你还画不到，因为你把那个找出来三八，还没。你比方说一个，好吧，也还得给吧。好吧，我妈说你立个嘞，还长得一块眼啥什么，他们也一样，也一样。但是你画发你不能往下掉不？咁点啊？一样嘛。就系嗰度，系嗰度。呀，也一样，也可以下坠。发不可以，你画那些都还一样的吗？看没？你看，你发不可以说我也画也往下掉啊，没掉，亏不得个，亏不得个，亏那个嘞。亏还好，亏还好高嘞呀！亏不还像那个，地球看见那个就掉下来了，亏不还啊？亏还怎么走啊？你说掉了，那又还另外一种。那种好远的掉。各种掉了还掉下来，但是亏掉下来嘞，个发嘞，也还冲上开不？亏不亏往下栽不？还蛮这么道理。